明年就29岁。打他可以不吃补刀，反正他跳来跳去。有刀，落三刀，可以接受。我操，这杀了。好像挺猛，他学个 Q 学个 R 好像挺猛，这东西。哎嘿，没补到，没补到车，哎呦哈，没补到车，好生气啊！你看他跳的那个样子。啊！气死我了！那么气哦，真的太逊了！见了。再跳，你再跳，你要死了！再跳，他不敢跳了。不要害！我操，这么会玩！买的是盾的，控不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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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时间不够了，我打不了，控不住啊！舒服。走喽！哦，有人顶不住了，出肉了，要出肉混的。我是哪里人？我海南的，海南的。下空，还好老子推线快，还好我精，我要不精一点都不行。狮子狗打狮子狗，你们像我那样开局就好了，一级跟兵走走前面，然后点个眼。你快进草的时候，你点个眼，他一般在草里面的话，你直接干他就好。因为这个时候你走在兵前面，他如果要打你的话，他是要顶着那个兵线输出你的。这里不要去了，这里要是被抓就死了。这里可以宁可不吃，你就看他表演就行。他这里也越不了你，狮子狗怎么越塔？这个岩确实越不了。
哎，要跟你们说，他掉了一个。哇，这么屌啊！这英雄有点狠，是不是？有点屌。打死这个有点烦。哇操，真出肉啊！这怎么玩呢？出肉。我要用的塔，这个药水就是行。勾勾狙击嘛哟，一套就是。自信一点，不过必死。雨连招过程中点燃要给，伤害就打了。波碧月呢？应该有炮车线，炮车线带了一波线进来，可以清隔壁。这里有个海盗上去。有没有挖？没有挖，该有那个。韩服霸天特效确实，他这个 Q 他会有一个起来的一个东西，你看到没有？他会有一个东西弹起来，伯父那个弹起来这个东西是没有的，所以就会很奇怪。所以他不管什么模型啊，特效上都很奇怪，奇怪，真奇怪！花了那么多的钱，却买到没有特效的皮肤。真奇怪。而且被动还有破碎效果是吗？哇操，胆子这么大，在这里偷。还是我来帮，但是我不一定下得去。我操，这个有点尴尬了，跟他重叠。要推吗？可以推，想推可以推，兄弟。一般这时候我就会把峡谷给他。我一般让打野吃先锋只有一个情况，就是这个人他会玩，但是他具体因为什么会玩这个东西很难解释的情况。但是这就是会给他吃就对了。哎呀，小青蛙离家出走了，他不想跟我玩。哎，我操，这看得像个狗熊一样，这东西。我却不在了。我要练到他就好，练到他能揍他一套。
来嘛，来来来，丢飞镖，丢飞镖抢，老子今天他妈退游戏了。我操，还丢两个，岂有此理！我操，他妈小友没炸到，我操，串串香，我操，这雨露均沾了，好可惜啊！他那大招歪了一点，不过也是杀完了嘛。得什么马西怎么样？一套瞄你，喜欢出肉，我失忆。打也不用抓了，他们抓人不会乱抓，你知道吧？他们不会乱搞，人来他才会来。很少说会出现那种，就是你空线空线，就他就来抓这种。他一般抓人，他会看情况。买个这个，再买个这个，再买个这个。这把先出冰刀，基本无解。他们对面要烂了。上路现在很边缘的，有的时候你不一定要太去管队友，不打他就可以。来这个鱼肉上，完了。我操，这还能偷大招的，好狠啊！哎呦，还会跑，有闪呢？有闪吗？哎呦，没闪呢！原来没闪，原来你没闪，没闪那就不好意思，出新虫怎么样？可以出，但是我不出。但是为什么不出这个东西，很难讲得清。就你们可以看看我是怎么玩游戏，每个人不同理解。有的人出啊、可以上分，但有的人出不一定上得去分。哎呀，好烦。CD 差一点点。哇，这么肉啊！你可以多再肉一点吗 ？Please， 就在丢砖头打坏我，打坏我！我错了。我这么帅的，也是他没看到。坏了，哥们好像有点难受。哇操，这小兵，刚好 CD 血吗？好难受，没有 CD 跟移速是有点尴尬，有的时候。情侣的人头没关系，小兵。我们打！我这拉丝这么狠，杀岩雀求你了。感觉应该先杀岩雀，岩雀伤害有点高。我超鸡，我超鸡，这开大没用啊！这鸡练习时长不太够了。你像我们这塞拉斯练习时长就比较够，所以伤害高。回血一下三狼就能活是吗？不一定，我刚刚不敢动，我怕等一下也快打我。假丢死！哇操，这波好烦，得给对面弄死。没办法，这岩雀他哎。他的新版还能跑酷。他好像跑不了酷了，秒被秒了，直接。哎，我感觉他比旧版本要好杀哎，这东西。
东西比旧版本要好杀多了。哦，还真有那个特效，是人去扎一刀，还有那个碎开的那个特效，国服没有的。你们看到那个特效没？就是你捅对面一下，它会有一个破碎的那个特效，国服没有这个特效，好像有，但是感觉它没这么饱满，所以它会有那个碎片飞出来，它会有一个碎片飞出来。这什么英雄无敌了？红座的鸡，红座的鸡。哎呦，还放监控？操了，闪现都跑得好快呀！1740，最后一下被他打到了，来个水晶石，中得了吗？我看看，他们那些打的都不痛。此时可危机生气了，想跑！哈哈哈哈！哇！这个是真不行啊，他现在不能跑酷了。哇，贼弱这英雄，他现在不能跑酷了。他跑的贼慢，现在贼依赖疾跑。以前他可以跑酷的，狂摁那个熊的力量。他现在不行，不能熊的力量，他没有熊的力量。他不能跑酷了，好弱呀！哎，别搞啊！这还没赢，你们这样搞要输的。我没过去，哎呦，太臭了！这一下跟你们说话说太多了，搞得我没有过墙。哎，就不该开直播今天，搞得我没什么少杀一个，烦死！跟你们说话搞得我一没过去，跟你们气死！你们欠我一个人头，烦死！岩雀傻似的，我说穿透我还要引招了。哦，他劈他劈的要死。对，换个锤子。你们的、他们的、你的、我的、他的。明天就上线了，无敌有的改动，明天你们就看得见了。哦。想活到下一集，嗯，三郎还想活到下一集，这集就给我死了。阿夏兄弟们，